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这么模糊？调一下屏幕。没打上来，被我咽下去了。嗯，没错，是啦，刚刚一直在吃东西，因为我今天真的太累了，把我的头发弄得饱满一点，扯出来一点，要好像扯乱了，算就这样吧。今天跳太久了，而且今天一点都没划水，就特别累。最后上那节课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快睡着了，我就真的马上睡着了。而且刚好我们还跳的是那个 house，就是放那个音乐都是那种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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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，然后那种音乐。像开始我们会跳一些别的编舞，就是咚哒咚咚咚吱啦咚咚滴滴滴滴滴梆那样的音乐。然后到最后的时候。那首歌不是那首歌，老师教那个舞，就是比较就是音乐是那种然后那种我听着我就我就开始迅速下线，但是还好了，后面还是那合影找回来一点状态，不过就真太累了，于是我就吃了点东西，我当时怎么鼓励自己呢？我就说，这节课下课，我就吃好吃的。于是我就这样挺了过来。然后现在就处于那种快要呕吐的状态。哎呀，是，哎呀，略多，我一直在那冒气儿了。但其实我现在就是，来。不，持续冒气儿，对，吃太多了，不行了。但主要是因为我喝水喝太多了，今天，因为今天真的，因为今天开始热起来了。我们之前的话在舞蹈房跳舞倒还好了，今天开始热起来了，就跳的时候可热了。哎呀，一直冒气儿，吃的。小郡肝，然后点了好多那个腊肠，我喜欢吃那个小腊肠，还有贡菜牛肉，还有土豆片儿，还有小郡肝，还有肥肠，还有香菜牛肉，还有。那个豆干儿，那个豆干儿好好吃，朋友们，在别的地方都吃不到，只有在这种串串的地方才能吃到豆干儿，就那种吃起来，吃起来很像肉的那种豆干儿，就是那种豆干儿啊。但是我不能再喝了，我再喝也要吐了，我的胃已经受不了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真的要呕吐了，我这疯狂冒气儿。站一会儿，我发现就是站一会儿没有用。我以前的那个方法就是我要先去吐一下，就是但是不会吐出来什么东西的，我只会吐出来一团气儿。就是我在这儿冒的气儿，它就是每次冒不上来，我就这样一吐，不啦不啦，然后就吐出来一口气儿，然后我就好了。但是现在不是正在直播的吗？然后我最近又研究出一种新的方法，就是做平板支撑，就是
我要是能够就是直接坐平板支撑坐1分钟，然后起来之后就没事了。就那天，但是健胃消食片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它不是一下就能好的。嗯，我那天就是坐平板支撑坐了1分钟，然后起来之后啥事儿没有了，好的跟啥一样了。什么？那也不行，我现在已经。哎，已经那个过了我的运动时间了啊，对，就是要平，然后要腹部发力，然后，我先假装在做平板支撑，我现在。先用腹部发力，然后假装在做平板支撑，看能不能让他以为我在做平板支撑，然后离开我。1分钟到了吗？感觉啊，没到呢，再来一会儿。得到了吧，真是的，是骗我。哎呀，感觉好像是有好一点点，没到就算了，我不做了。嘿，好，我现在已经把。那些气都给逼出来了，从体内逼出那口气，就是你呼气，你不能从这个这里呼出，一般吸气呼吸都是从这里呼出的，你现在吸气呼吸要把从这里，从肚子里把那个气这样逼出去，我感觉还是没有好。再来一轮就能好了。此时我觉得真的，把那些多余的气都给逼出去了，嗯，哎呀，不行，咱还是感觉就有一口气儿，我还是得去再吐一吐，朋友们。对，我就是假装呕吐，都是假装呕吐的。我会收放自如，就是在感觉自己真的快要吐出来的时候要收住。本意是想跟大家聊聊天，怎么从一开始就一直吐到了现在呀？真是无语。不行。再聊2句吧。什么也不是咽下去了，你这说的很奇怪，就是停下来，对，不是咽下去，是停下来，好吗？搞得我现在都要呕吐了，然后到时候你这么一讲，然后搞得整个直播间的时候开始呕吐，聚众呕吐，好可怕。
我就发现我最近又喜欢直发了，因为我前段时间很喜欢那种卷，就是发尾要稍微卷一点，所以我就搞那样的，编下来然后发尾要卷一点。但我现在又觉得直发很好。哎呀，都开始吐了，我都可以，就很优雅，这么形容吧，很优雅。但就是它保持不了太久，因为这个我为什么现在很喜欢直发，就是因为现在头发比较柔顺，我才刚染完不是特别久，所以它还就还好，不会像一滩杂草一样。但是如果再久一点的话，它就会变得像杂草一样，就不会那么柔顺了。这告诉我们，人真的吃东西要适可而止。吃的时候有多开心，吃完之后就多难受。不行了，我要去吐了。我刚想跟你们说，就是说，就是我觉得。一句话都说不完，我只是想说，我觉得我那天公演的造型真好看，因为我刚刚看到了，就是看到了那个，看到了那个直拍和反图，我觉得。是的那个光就很亮白，还有那个自言自说也很亮白，我已经很久没遇见过这么亮白的光，不能再说了，大家再见，我不行了，嘿嘿嘿嘿嘿嘿。